是第一个敢用枪指着我头的人。危机四伏的虎皮交易，你不给兄弟面子，我谁的面子都不给。遭遇精心设计的偷窃计划。大姐，你个假肚子！黑子，你给我站住！阴谋在这里发酵。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。仇人在这里相遇。我的钱，醒醒！我们必须回去。回去，周末重剧场《两只老虎》第二集正在播出。皮在哪？你赶紧把他公证法给我结了吧！你告诉医院别着急，我明天就能到。人可以犯错，但必须为自己错误付出代价。哎，你们对不起啊，注意点！那你再整我车要干啥？一笔巨款。师傅，这车到老树岭了。开车了。我未经安吉要求，则取往杜兄旅馆的路上。我等你们。老王，这次车上有货吗？只要进了这家旅馆，就没有偷盗的危险。我有计划。谁呀？大哥，你在这屋不？是小胖。大哥。我刚偷的橘子，吃点。你就知道吃，研究正事呢。坐下。要不我把耿二灌醉？假设把耿二灌醉的话，至少还有两个人看着包，劫法还有白彩云。那就把他俩也灌醉。劫法灌醉有可能，白彩云肯定不会喝酒。对呀、啊，他是孕妇。所以就要把白彩云引到一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能够让包离开白彩云视线的地方。离开视线？对，洗澡。对，浴室。这种地方最容易得手。如果把杰巴和耿二都灌醉了，白彩云肯定会拿着包，而且会包不离身。这个时候把菜汤洒在白彩云的身上，她肯定会去洗澡。然后你们两个抽出一个人去偷看白彩云洗澡，假装耍流氓，把白彩云引出浴室。对，我把白彩云引出来，你趁机进入浴室，把钱调包，然后从走廊的西边走。我尽可能的把白彩云引到她的视线看不到浴室的地方。你是他老板，你先拿钱。他追债追到了这儿，你俩这叫啥呀？孽缘。但话又说回来，这孽缘它也是缘呐，啊？来来来，来，哥，来。那就这一杯了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喝多了，我怕等二跑了。哎呀，你喝你的吧。耿二，这人心呢都是肉长的，你把这钱都给黑了，你有良心吗？结巴，别说了，是我没良心了，是我对不住大家。我把这杯酒干了，就当是给你们赔罪了。
结巴，这钱我是真不能给你呀。我估计，这耿二肯定是遇到大麻烦，才卷了你们的钱。哎，这样，你俩喝喝酒，交交心，好好把这事说说。你这话我愿意听，结巴，我是真有难处啊。你不就是为了救你的前妻吗？啥？你这钱是给你前妻的？哎姐，叫谁姐呢？看上去比我还大十岁呢。不是，不是，你这人怎么逮谁咬谁呀？我这不都是为了劝你们别为这点小事计较了，啊？来来，咱们喝一杯，这一切啊都在酒里了啊！来来，彩云，我媳妇就是我的前妻，她得了尿毒症，需要换肾，我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，你愿意我是这种人吗？我为什么一直都没告诉你？还不是因为你怀了孕，怕你着急上火的跟着生气，怕影响到肚子里的孩子。你早说呀，这换肾是救命的事儿，我能跟你计较吗？你看你看你看，这事儿不说开了吗？啊，来，为了事儿说开了，咱们喝一杯。这我的事儿还没说开呢。你反正我不管耿二说的是真是假，我不能空手回去。我要是这么回去了，我没法面对我那帮弟兄。行，这钱今天咱们就做个了断。哎哎，你俩这气氛不对呀，啊！喝一杯啊，缓和一下啊！来来，结巴，算我耿二对不住了，就当可怜可怜我，算我这钱先借你们的行吗？等我把我前妻的肾换完了，我就是砸锅卖铁也把这钱还给你们。结巴，我敬你这三杯酒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大伙了。我先接个电话。哎呀，好人呐！喂，啊？结巴，你咋了？别吓我啊！我妈去世了，啊！结巴，节哀呀！你滚吧你！又不能等你的工钱，我还能看我妈最后一面。哎，别把酒拿走啊！哥儿，你咋了？我头有点晕。大姐，你看。
赶紧扶耿二回去休息啊。劲儿大，哎，白姐，来来，我来来。哎呦，缺德玩意儿你、啊！对不起，这样白姐，我跟小胖扶耿二回去，你赶紧洗个澡去，啊！等一下再找你算账。来，姐妹。这是呀，走错了，什么错宾馆？这个二都沉死了，都沉死了。嗯，没事没事，住客而已。你们也是，非挑这种地方交易，人多嘴杂，风声这么紧。哎呀，人多的地方反而安全。虎皮呢？钱呢？我去拿酒啊。哎，瞧你们俩弄得紧张兮兮的，弄得我都害怕了。来，喝杯酒放松一下。往老王的酒里下药，我们呛虎皮。我可不想掺和你们男人之间的事儿，我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就行了。你不帮我？四成。好。但是，你们要是搞不定老王怎么办？没有我搞不定的人。老王有个女儿，你可以用他的女儿来威胁他。他把他女儿看得比自己还重要。我不喝酒。你不给兄弟面子，我谁的面子都不给，那就是看不起我了。我认钱不认人。老王，这些钱够你女儿看病了吧？我是来跟你交易的，不是跟你喝酒的。洗洗澡去，都收味儿。黑子，那个老王。
哎呀，你先别管什么老王了，你赶紧去浴室，一会儿他就醒了。哎呀，你赶紧去呀。老王，赶快交易吧。货不在我身上。耍我！你是第一个敢用枪指着我头的人。虎皮在哪儿？白姐，不好意思啊。你也洗澡啊？是啊。没事，你先洗，你洗完我再洗。那行，我洗完叫你啊。谁呀？你没在我身上，少给我说话招！我不可能骗你，我跟你交易，我不可能把虎皮带在身上，我放在林子里了，那里比较安全，我们去那儿交易。哎，白姐，你那假肚子！黑子，你给我站住！现在就报警！没事没事，我出去看看啊。我告诉你，我假怀孕的事不能跟高二说。行，只要你不报警，我肯定不告诉高二。那你不能偷看我洗澡啊你！这是误会。如果你现在开枪，你也跑不了。别忘了，你还有个女儿。如果你跟我耍花招，我保证你女儿也跑不了。臭流氓你！其实我是想偷看小翠儿，谁知道你在里面。好。不用紧张，我只是把下一个交易地点的图画给你们，照着我画的图走就可以了。再说了，你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还怕看吗？臭流氓！臭流氓你！啊！你要打我，我告诉耿二了啊！看什么看？回去！没事没事，可以交易，可以交易。这里确实不安全，就是几个傻子在闹而已啊。钱呢？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。
这回是转运了。小顺，我后悔了。你后悔了？小顺，你现在把钱还回去，怎么说？说你偷了人家的钱，现在又给还回去了？可是我刚才听到耿二说，这是救命的钱。 还自找麻烦！我不能再干这种缺德事儿了。这件事就咱们三个人知道。你别忘了，还有天知道。你出卖我，那豹子怎么知道我有女儿？你先松开，我告诉你，豹子觉得你太危险。 豹子想黑吃黑，对，他们不会把那笔钱给你的，那笔钱只是诱饵，要不是那帮人今天在闹，豹子早就动手了。你真该感谢那帮傻子。这么说，他们一开始就没打算把那笔钱给我。 我也是被威胁了呀，我一个女人，我能怎么办？你一定要拿这笔钱。你知道养一个孩子要多少钱吗？我答应你。孩子比什么都重要。 这是我最后一票，我一定拿到那笔钱。你一个人怎么对付得了豹子？杀我的人还没出生呢，以后不要犯错。
这么冷的天，你不在房间待着，在这瞎晃悠什么？你这东西忘车上了。梁星儿，去拿吧。睡吧，有事吗？你怀孕了？你怎么知道？大家都是女人，谁真怀孕，谁假怀孕，我还是能看出来的。把这杯牛奶喝了吧。不用了。我不是喂你，女人在这个时候营养跟不上的话，对孩子不好。谢谢，早点休息。
你知道你最愚蠢的地方在哪？就是你想凭自己的力量来征服。人可以犯错，不过犯错是需要代价。出发了。哦，这么早啊？小赵，发车了。那几个人不走了。喝多了，那喝多了，那昨天晚上谁说的？我说话算数，我吐个唾沫射钉，谁呀？我喝多了，不，你能不能找个别的借口？我真喝多了。你撒，哎，咋了？不对，怎么不对？这包怎么这么轻啊？我钱呢？我钱没了！这50万，50万没了！这一直在包里呢。这王八蛋呢？哎，我钱！我想想，我拿着包去浴室洗澡，碰上小翠儿，黑子偷看我洗澡，我就追出来了。是你偷的吗？啊，肯定是你故意偷看我们彩云洗澡，然后让那死胖子偷钱。你别学我喷人无赖好人啊！你没偷，你没偷，那钱自己飞了，那可是救命的钱呢。二，白彩云把包放在浴室，旅馆那么多人，你怎么不说别人偷的，非得冲我来？我一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告诉你。就你这种人，我见多了。我告诉你，要不是出一趟车，我这辈子都不想和你这种人打交道。滚蛋！撒开！松开！必须打开进来！给我放！行。钱呢？钱呢？把你的包也打开。高二，人家小翠可是个女人家，动你钱干啥？有事冲我来！不行，今天车里所有的人都得搜一遍。不许搜！你让开！我再告诉你，小翠你不能碰。他不是说想碰小翠，是看看包里有没有我们的钱。我必须要搜！拿来！拿来！走！你给我上！必须打开！你拿来！必须打开！不行，结巴，你看啥呢？要钱不？要钱，赶紧过来抢！不行，见天有我在，谁也不能动这包。你放手，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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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给我滚！住手！别抢了！住手！拿回去吧。春儿，反正也不是我们的东西。那拿啥呀？啊，这都是衣服啊，拿啥呀？把这杯牛奶喝了吧。你说你们没偷钱，整那么玄乎干啥呀？没有，没有钱。什么？想翻我的包？都翻了，你这也得看看。你想摔死我呀你？你们想清楚了，我怕你们翻了会后悔。我怕我不翻后悔。你把我们拉到那家破店，肯定有阴谋。这老王不像是坏人。看你还不像男人呢，别去！我不想掺和你们的事儿，我对你们的事儿没兴趣。少废话，打开！你可想清楚了？打开！钱，这是我的钱。老王，你偷的吧？没想到老王是这种人。起来，看见没有？这是什么？虎皮！我欠你们十万块钱吗？还真是虎皮，这不得值个几百万？老王，你到底是干啥的？别害怕，那我钱呢？在旅馆，钱被那女老板偷了。我们必须回去。老王，咱必须回旅馆。你们都坐好了，现在不能回去。我们必须回去。不，回去！别学，听着，你听着，听着。黑子、小翠、凤姐等人偷盗耿二的50万元人民币的行为涉嫌盗窃罪。按照我国刑法第264条，盗窃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，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老王和豹子买卖虎皮的行为，按照我国刑法第341条，非法捕猎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，
或者非法收购、运输、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，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罚金。老王、豹子以及豹子的手下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的行为，根据我国刑法第128条规定，违反枪支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，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所有人再次踏上了旅程，小翠也发现了老王就是撞伤刘国并且杀害他的凶手。小翠司机准备着替刘国报仇。现在猪妈车抛锚在雪地里，虎妈妈也跟随虎皮的气味尾随而至，危险氤氲在中巴车的周围，正一步步地向车里的他们靠近。